因为我们表定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所以我想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好，我是台积度人社中心的博士级研究人员林怡晨，然后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方法工作坊。也要很感谢大家用这么宝贵的周六下午的时间，又在一个下雨的情况下运到现场来参加。那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我还是花一点点时间做一下关于我们这个活动的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的参与者其实蛮多元的。那我知道有些老师跟同学也未必是研究汉语历史语法，所以我想我们做一些介绍，也许更会明白我们今天的活动的一个主轴。雷光老师在2003年的一个演讲当中，其实有提到，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在汉语历史语言学的领域中规模是最小的。可是同时却一直维持着很高的研究水平。那到今天差不多快要过了20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一直不断的在持续跟累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研究能量。但是规模领域最小的这个状况好像也还是维持着这样的情形，那有一点可惜。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在一般的研讨会当中，就是我们比较有机会是看到老师们分享研究的某一个主题，那比较专心也比较深入，但比较难得会有机会可以看到研究方法的讨论，所以我们安排了今天的这样的一场工作坊，也希望可以作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一个推广的开始。那我们今天的议程的安排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会有2场演讲，同时也安排了一个综合讨论的时间，希望有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彼此的一个交流。所以大家如果在过程当中有一些相关的意见或问题，也许也可以先记下来，我们等到综合讨论的时间再一起讨论。那假如有纸笔的需要的话，我们的报到处有提供，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去。我们今天演讲的2位老师都是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领域当中非常有名望的老师，但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因为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领域这么的了解，所以我想在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2位老师。那我们的第一位演讲者就是魏培纯老师，目前在中研院的语言所担任研究员。我们如果进到语言学研究所的网站，可以看到在老师的网页之下会有非常详细的著作目录。那我这里就只先截录了篇目的部分，但是大概上就可以看到老师的研究其实是非常可观的。那不止数量非常众多之外，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内容，会发现魏老师的每一个研究的题目都有很大的差异。那我觉得可以像这样，就是不断的开发新的主题，而且进行不同的研究，跨越的时代又很广，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还有另外，我之所以在颜色上有做一些不同的标记，是语言所的网站当中进去，有很多的论文是直接可以下载的，所以在阅读上其实也非常的便利。那我特别想跟大家提一下的是魏老师的这篇文章，就是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我想如果是对汉语历史语法比较陌生的人，很推荐从这篇文章看起，因为在这篇文章当中对于汉语历史语法的分歧，古今汉语比较重要的几个转变，然后也包括了一些在语料使用上非常细节的处理，在这篇文章中都能够看到。我觉得有些内容也应该可以跟魏老师今天的演讲是有所呼应的。那我们的第二位演讲者就是刘成慧老师，目前在清大的中文系任教。刘老师在他的
学校的一个网页当中，其实有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学习历程的介绍。另外我也想要再提的一件事情是，刘老师其实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有到科技部人政中心对我们的博后做了一场演讲。那在那个演讲当中，刘老师谈到了他多年的一个研究的历程跟经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激励人心的一个演讲。而且这个演讲的内容可能在明年会有机会刊登在我们人社中心的电子刊物上，所以也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会想多接受到相关的讯息，除了可以订阅我们的电子报之外，我们的脸书专页也可以追踪，就可以更快的获得相关的资讯。那刘老师的论文著作，同样的我们都可以看到研究的一个数量非常的丰富，内容也非常的多元。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报名的状况，我知道我们有蛮多的高中老师，或是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有教学上的需求，所以想跟大家特别提到的是，其实刘老师也将他的语法专业发挥在写作上，所以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写作的专书。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如何将古代汉语的语法知识应用在教学上有这方面的需要或兴趣的话，我想这个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资料。那最后想跟大家提的事情是，梅光老师在2003年的那场演讲当中，其实他有个部分提到了，随着资讯科技的广泛运用，我们也将面对着一个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在这句话之后，其实他就接着提到了当时的魏全权和刘成辉两位先生都参与了中央研究院数位典藏的工作，在研究的状况下已进入一个非常旺盛的阶段，而且能够从研究成果看到语料库的效应已经开始发挥出来了。所以我想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坊当中能够邀请到魏铁成老师跟刘成辉老师来做分享，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把时间交给魏铁成老师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演讲，谢谢大家。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那个介绍那个语料库的那个使用中需要注意那个注意的事项这一方面。那那现在哦，就是我在最近才发现，我们其实现在那个在网上可以看到的那个。是历史文献的资料库相当多哦，那就是你可以从那个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的那个国际汉学研究数位资源那里，你看到很多的那个像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库，包括那个台湾跟国外哦。那么就那个历史文献的资料库这个制作呢，那当然有。不同目的啊，有史学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还有我们这种哲学的那个文学的研究哦。那根据那个不同的目的呢，就会有不同的那个
文献的收集，还有它的那个界面的制作啊。那今天当然我们主要只是讲的是有关那个语法学的研究。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比较会用的当然是用这两类，或者是一般的就是非语言学使用的那一类啊。那因为那方面目前的那个材料是比较当中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也是有很多人在使用。比如说这里列了两个，就是中央研究院和理解文献资料，我想来听的话大概每个人都用过这个资料库啊，不管你是那个研究哪一方面的，应该都会有用过。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叫中国哲学电子化计划，这个好像某一个外国人啊，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弄的，可以弄到非常多的那个文献。那他当然他的目的最主要是做哲学研究，不过他大部分就是很多那个重要的那个，譬如说那个先秦两汉的那个有关的哲学的书，他大概都收集了那个齐全啊。所以如果你利用这个来研究那个上古汉语也是很方便的。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为了原始研究而制定的那个资料库，那么这种有两种，一种是那个白文资料库，就是说它没有加标记的，只有那个 text 那一种的那个资料库；另外一种就是标记资料库。那么关于那个白文的这种资料库呢，目前呢就是有一个是比较那个比较大规模的，就是一个是中央研究院武汉文献医药库，另外也是北京大学 CCL 医药库。那么目前这个中央研究院武汉文献医药库目前没有在线上，那个这个有点就是大概我也不知道问题是为什么，本来是他有放在那个是挂在汉籍电子文件资料库下面，然后大概三年多前他们说他们的设备要改，然后他们就不让我们那个放到那个汉籍电子文件资料库下面，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就是说没有一般人就没办法使用的一个状况啊。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就是说想要让它重新上线，不过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重新的那个制作，就是说以前呢挂在那个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因为它基本上他们只是以史学为目的，所以他们的那个界面呈现性基本上就以史学的方式的需要的那个状况来呈现。那么我们将来会改成就是说它的界面呢会这个。我们那个下面那个我们做制作那个标题要不相类性质相类啊，就是那个它会呈现那个关键字在每一笔资料的中间，然后每一笔资料就是一行的这种情况啊。那目前这个今年下半年才开始进行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明年才有可能上线。那基本上我们的资料库都从来没有收费的这个问题的，所以到时候应该可以那个大家都可以使用。那另外就是说北京大学的 CCL 医药库，它的制作是当然是比我们晚，但是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做医化史啊，或者是原始的这人会去使用这个医药库，一方面它的东西，它的文献比我们还多，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医药库，我们工研院的医药库也没有在线上，所以好像不得不去使用那个医药库。当然它有它使用上不太方便的地方。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说一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为原始研究制定的一个那个标记比较多，那这种标记呢，我基本上就是用在那个文本上给它加上那个文词类的标记，
那么就是说你在你就是为了那个语言学的研究，你可以直接那个就用那个词列来个搜寻，那你可以减少很多的就是说你不需要的那个不需要看的东西，所以你这样是它的那个好处，就是就那个研学上的研究的目的来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以前的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语料库就是长以前在还在那个还在中央研究院线上挂的时候是长这样，它有那个上古、中古，还有近代，然后还有什么其他，那么这个其他我们将来会再放进去。那中古的部分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那个中古的文献，然后一个是那个属于那个大藏经的部分，就是将来我们大概就是会有基本上就有需要有这个四个那个白文的语料库，就是大概就是明应该是明年就可以上线。那我想我来介绍一下那个上古，我们做那个语料库的那个建立过程哦。这个应该是说语料库，就这里不只是上古汉语的，那个我想介绍一下，可能对你们将来那个在使用这个语料库，可能会有比较有一些概念。那么最开始的是在那个1990年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史语所，我们那时候那个语言所还没有从那个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分出来啊。那时候我们那个我们研组啊有一个同事啊，他是那个叫是黄巨仁老师，那么他跟那个中央研究院的那个资讯所他有合作，那时候。还没有就很少有那个中文文件的那个历史文件的那个处理，那时候唯一有的大概就是那个中央研究院刚快要做完的那个25史哦，那其他方面几乎没有。那有一个英国伦敦大学的中文名叫谭福生啊，霍昌盛，他可能他就想要那个建立一些那个先秦两汉的一个经典哦的那个电子文献，所以他就跑来找到中央研究院来找那个找人合作。那么那时候那个蒋经国基金会他们有一些那个跨国的那种那个资助嘛。所以那时候我那个就得到那个资助，就开始进行这个语料库的那个建立哦。那是那时候这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那个上古汉语语料的那个电子化嘛，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白文之类的东西。那么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呢，就是说刚才讲的快要完成的25史哦，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台湾的那个个人电脑还是相当那个初期的阶段哦，像那个处理中文的文书工具的还不是很便利。比如说我那时候我还是在使用什么彗星一号，比如说没有用那个 Word 的那种情况，所以那时候写论文的时候，有的是用那个文那个有一张哦太长了，就要把把它切成两半，不然没办法运作。所以那时候的那个相关的那个电脑上面的那个处理还是相当不便，那时候没有网路哦，所以那时候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去查一个东西，那我直接跑到那个我们研究院的那个计算中心啊，让他们帮我印，那时候印出这么宽的那个纸。大概每次只有这一小段，所以那时候我是没办法用那个网络去查询的。那这个计划呢，我们是当然是从那个就这个时候是那个所谓上古汉语语料电子化的那个开始。那我们要做的
的项目有没有建了一个就是那个语料的书呢？就是外面找人来帮忙书。那当然那时候可能那个也没有，那当然那时候的情况当然就只有用那个输入哦。那当然输入的还要校对啊什么之类，这也是很多的工作。另外就是做那个 markup 的制定，那就所谓的 markup 就是说替那个文本哦的那个里面的那个text 啊、哦、啊，替他那个做那个属性的，比如说他是哪一本书啊，哪篇文章啊，还有标定他的什么位置，比如他在哪一页，这样的东西。那时候的那个，因为在做那个是开那初期的时候，所以要就要学习那个 markup 的制作。那时候那个英国那个潘普森教授呢，他在事先他就已经那个对那个这个 markup 的那个这个、东西哦，他就做了相当多的研究。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那个讨论哦，应该怎么做，怎么那个替那些文献做那个做那个 markup 的那个工作。那另外就是有，当然是要做这个营养和检索嘛。那这检索的工具的编辑呢，最主要是要依赖那个资讯所跟那个跟那个我们那个院里面的计算中心哦。然后这个计划就做了大概2年，后来就是又接着做一个上古汉语词汇之收集词汇库，是构建这样一个计划。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想要做那个词汇库哦。那这个词汇库是当然配合那个黄巨人他们领导的做的那个现代汉语成文语料库，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在那个词类的标注上有很多就是要必须要跟他们那个配合的地方哦。当然就是那个古代汉语它有本身的它特质，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都一样的，就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并不完全相同，就是它会有那个分歧的地方啊。然后呢，后来就是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就是后来就有那个我们院里有所谓有那个主题研究计划，那先后有两个那个跨组群的，我们跟那个资讯所还有计算中心合作的第一个跨组群的那个计划啊。那时候我们还在实习所，那时候做的就是扩充那个一般素语料，就是找人输入更多的那个文献啊，那包括上古、中古啊，还有大藏经、近代汉语。那时候还没有西贝塔，所以我们那个大藏经的部分我们是自己输入啊。那我们也做那个小部分语料的断词，然后我们要建立标记语料库的那个。可以建立那个标记语料库的雏形。那我们第二个那个跨所群的那个合作计划呢？那时候我们已经是那个跟那个从那个十一所分出来的研所哦。那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建立那个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词汇库。所以那时候还没有那个中古汉语的词汇库。那个主要工作就是扩充那个断词，更多的语料做断词，然后继续扩充那个素语料的部分。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全国性的那个数位顶层计划，那我们也参加了，那先后就建立比较完整的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还有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就是规模大概跟现在的差不多。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数位顶层计划结束以后，就大概就那个就没有什么那个，我们就没有什么就只有所谓的永续计可以做的是永续计划。那我们在这个永续计划里面，一方面就是做延续，然后另外开始把那个中古汉语标记语料库开始那个做那个构建哦。那整个来讲，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就那个大型的语料库呢，制作上是不太容易的哦。那需要机缘的财经、会人力、时间等的几番累积，
那么基野就是说，如果当时那个英国那个大学那个唐古森教授没有来找我们的话，我们大概这个也不会开始哦，就是说古代汉语的那个部分就不会开始。那人才呢，当然就是我们有那个做语言学的，还有这个职工的那一方面的人才，要配合才行。那经费呢，当然是一定要经费才能够招很多那个助理来帮忙做这些工作，还有就是那个各方面的那个支出那人力当然是就是除了那个我们人还有那个助理，那实际上就我们从后生到现在就从开始做的话到现在就三十几年，这几年是比较没有什么那个在做，不过就是说那些最近几年陆陆续续的跟零散的那个的使用和的那个增加而已啊。那接下去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些语料库呢，有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知道的哦。那么就是说电子语料库呢，使用上当然是有它的优点，当然是也有它的缺点啊。那么今日我们说做历史语法研究呢，大概没有人不使用电子历史语料库啊。那优点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很容易找啊，很容易整理啊，就是还可以帮你计算啊。那缺点就是说语料库制作者的制作条件、制定的规则也会限制到使用者，未必能到达到每个使用者的他的需求啊。关于那个电子语料库制作者的目标与制作条件的限制呢，最主要是说语料库制作者的目标不一定相同啊，所以他们对需要收纳的语料会有不同的要求，制作的方式和界面也不一定一样啊。那当然就是说文件一定会有限制嘛，还有可能就是会太少或代表性不足，那就看那个不同的制作者他们的可以拥有的那个资源来定啊。所以对这个在文件上的话，可能会有太少。那比如说我们那个语料那个白文的资料库虽然也不少，但是也许还是有人会觉得不够啊。那在分类或编排上，因为制作者的目标不同而有适用上的限制，就是比如说它的分类啊，或者它怎么排，你觉得弄起来就非常不方便。也许你要需要跳这边找一找，然后要跳过到另外其他地方去找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很好用哦。那另外就是检索工具或界面啊，有的是不是不友善啊，或者不符合使用者的要求。这方面哦，那我们先以下讲那文献的分类和编排的问题。比如说文献的分类哦，当然我们分类和年代的编排哦，就是会因种种因素而有不理想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制作上汉语料库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那个位数啊，或者可那个纯度有点问题的那样的那个作品，你是不是要把它放到语料库里面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们做的是先秦两汉的那个经典的那部分的话，那我们都会知道，说有很多曾经被列到那个，我比如说先秦啊，这样的作品，这其实有很多根本就是后来人座位的，或者说他有经过了很多的变动啊，这种情况，那。譬如说那个列子啊、观音子啊，这个明显就是魏书的。那在我们的语料库里面，其实我们自己把它列到上古汉语语料库。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在这种语料库跟人家说啊，这个是假的那个魏书。那当然就是说，要使用者呢自己要对那个。对这方面的情况的知识呢，我觉得自己要
要那个要要自己那个努力去那个学习哦，不能是完全那个依赖那个人家医药不给你什么你就这样使用，比如说然后医药上古汉语，比如说你就做研究的时候说啊就是上古汉语，那就很糟糕了哦。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要分，有时候要分歧的话，会有分歧上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上古汉语，你要先秦跟西汉，你如果要切分开来，那就会有点那个特别要那个切分的话，那就会有一些很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说不太正确的那个结果哦。那我们就用那个北京大学西谢罗也要负责分歧来看的话。比如说他把那个墨子啊老子归入春秋，那当然这个归入春秋的话，当然你也许可以说，但因为我们现在春秋跟战国的分界哦，有那个一个是那个一般我们台湾学的四七九年吧哦，那也有人说的四零几年，不管如何呢，这个墨子跟老子他们的那个编入春秋就。基本上它就跟那个像《论语》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书，可能是有点不太那个不太搭哦。像那个墨子的话，基本上当然是他是比孟子早一点。我们传统上当然是认为他是那个战国时期啊。那问题不只是这样，因为墨子里面它分了几个部分，比如那个墨子的《时论》啊，还有墨子的。墨经啊，还有他后边的那成熟的几篇，那几篇的他们的年代可能不一样，就是说史论也许是比较早，那史论的话它也经常的一个论呢就分成三个，也许到不同的那个弟子他们不同的传承，但是这个还真是比较早期的。那墨经跟那个被成熟那一方面的话，它可能又那个比较晚，那个老子呢？老子基本上我们当然以前有人说老子比上面还要晚啊，就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前后就是这样子。那个，当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郭店哦，郭店有那个老子，不过这个郭店老子基本上还是有比较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老子还是少了一点，那基本上他其实我们看那个性质，他其实很不可能找到哪里的，至少我觉得他至少应该不可能比那个《论语》还要早，就那个他的文献的本身的那个，我们看他的语言啊、性质，还有他的编排的那个内容，那个他的表达的那个方式，像这种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只是根据那个以前人他们的分类哦，就那个就把它放到那个春秋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们那个北京大学这个把战国就归入西汉，那这个的大理由就是那个编辑的是刘向，但是我们当然知道战国策基本上都是记录那个。记录那个战国时期那些那个什么那个东门教他们的那个对话，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所谓东门教那个就是出土文献那个，其实它有你很多基本上就跟可以现在战国时的那个相印证的哈，就是战国东门教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硬是要分歧的话，有时候会分得不好啊，或者是那个，所以你有时候对于这方面，就是说自己对于那个国学方面的知识是需要那个在使用这个时候需要比较好的那个了解啊。那我们那个电子医药部在使用的时候，你要还有一些问题你需要注意哦。比如说你做那我们那个我们做这种。医疗部的话，你通常就是说，通常除了你有特定的目的，通常我们这个一种文献只会输入一个版本哦，那你才可以大量的那个。可是你要选版本的话，你通常你只能就是说，
你可能会就选到不好的，比如说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有标点让大家都能方便使用，那那个你那我们台湾的话当然你要用的是那个繁体字，那就这样又很多限制，所以你可能会挑到一个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版本来输入，所以使用者他们在这方面需要有点，就是说也需要一点担心，说电子语料库它的语料本身，不见得是非常好的，你这一方面，所以有时候你常常要需要去那个去可能需要去核对一下到底。另外就是说你在我们在做那个语料库的话，当然它会有很多情况会让它那个跟那个原来那个纸本的会有出入，比如说你那个输入上输错啊，那个打字打错啊，这已经免不了。我们校对有那个的能力可能也是有限，所以它有时候会可能就那个校不到啊，或者说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同样的字体，但那有可能不同的无码，所以你在搜寻的话，如果你只其中的一种，那你就可能会漏掉一些的话。另外一个很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像异体字嘛，有一个同一个字啊，同一个词啊，它有不同的情节，比如说这个早住啊跟早啊，就是这个东西哦，它其实这个等一下再讲。那另外还有一个时候避讳区，那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十一所他们那个在做的时候，他们当然就要求说尽量那个符合跟那个原本的一样，所以他们在做那个比如说那个邻居的那个避讳啊，那个如果区别的话，他可能也要求有一个那个特定的那个做一个字体来那个印，那你就也许如果你没有你的电脑没有他们的那个他们设定那个那个字体的那个程式的话，你就没办法去收到那些啊，你就会漏掉哦。那另外就是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字的那个符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古书嘛，它已经就是会有很多你根本现在那个现有的那个电脑上打不出来的字哦，所以你需要在那个最早的我们在做的，因为我们研究院在做这个历史文件是很算是很领先的，所以那时候做的大概就主要也是用 BitByte 的这一套哦大文码，那我们也知道说大像这种 BitByte 的话，它的字那当然是有限，所以你不会造字哦，就会造字，但是你不同的那个，因为说造字的话也不只有那个中央研究院来，有其他利用来造，所以他们可能有古码不一致啊。那如果说你的电脑里面没有那个中央研究院的那套系统啊，你也查不到那个东西啊，它可能会导致什么乱码什么之类的东西，或者是出现的不一样的字出来。那么当然，那时候那时候还有其他方式，比如用图谱，还有那个中央研究院资讯所那个以前那个谢金英教授，他就做了一个构字式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说他可以打出那个用几个那个东西，几个打几个特别的东西，然后组成那个字，他也是可以显现出来。不过按需要他有他们那一套的东西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一般的话你根本没办法那个去看到那个字。当然近年来就是说逐渐的说那个最快就逐渐把它有那个逐渐把它成为那个 Unicode 的那个情况嘛，但是 Unicode 它也是有不断的在更新啊，所以你的旧的东西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应付到那个新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是在那个就是说这个电子语料呢，它相应于那个实际上我们输入式的之间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会有一个出入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在使用语料库的时候，你还是我觉得应该要有那个核对言书的习惯。你如果觉得有疑问的话，你觉得这怪怪的，你就要去查。
所以如果你如果研究依法研究啊，最少要这方面的认识，或者接触上如果不是很方便，比如说你也许比如说那个早啊你早两次哦，那虽然是不太方便了、啊、但是起码还比较全。但是如果你是早一种，那个就研究上就有问题了。比如说那个注意早啊，那早期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病患这个并没有后面这个字，他后来有那个照了一个字，但是我们研究院那个照了一个字。那如果你不是用他们，他没有电脑里面没有他们那个东西的话，你就看不到。那我有一个知名学者，他以前研究那个柱子凿，结果他就那个就指那个就看到了一个他，所以那结果就跟那个跟实际情况就有出入。那时候就因为那个人我比较熟，所以我知道他写的那个，他也是用我们那个语料库，但是他。结果就变成那样，就漏掉很多啊。那另外一个，譬如那个雀蚁，这两个雀，那最早期的时候并没有那个，并没有前面那个雀啊，也是要造字啊。所以，但是那个以前那个文献上，通常都是写的前面这个啊。所以那时候的话，可能你输入的话，你可能就输入后面。或者说直接就是那个表示用一个随便一个形状表示说啊这个是缺字啊，比如打个圈圈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所以那个这个电子使用的话，你要需要注意到这个不一致，跟人你根据的那个纸本的那个差距的这个有问题啊。那另外有时候你也会选。使用到我们的简体语料库的问题，那但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简体字有很多，就是把我们的繁体字很多字合成一个啊，比如说这个肝啊，对不对？天干的干啊，它可以代表那个天干的干啊，还有一个代表那个干燥的干啊，钱粮的钱啊，或者甚至可以代表那个干啊，对不对？能干啊，树干啊之类。所以你简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嘛。那我是看就是北京大学机械和语料库他们是繁体啊，简体字都有，就是不是所有的都有，可能比较后期的东西他们简体字比较多，那比较早期文献他们也是有繁体字。那当然就是我据我所知，就是说他们那个那边中国那边的那个他们中文系的有很多人，他们还是觉得应该用那个繁体字，所以他们有我看他是那个，比如说以中文系为主的，他们会希望就是说那个出来的期刊也是用繁体字来表示。那当然一般人是不太可以这样的。但是就是说那个他的东西就很 不单纯，就是说有时候虽然是繁体字，但里面有些东西可能转换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呈现上就有些很奇怪的就是那个情况产生了。那这个就是说简体字把几个并在一起的问题，就是说像上面那个肝跟那个钱干这个也许还好，但是对有些比较我们觉得一些做深入语法研究的话，它有些情况就会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跟鱼这一个，那后面这个鱼当然就是简体字一律写成这个鱼嘛，哦，那北大这样资料库好像左转这个部分呢，好像也是有问题的。那不管如何，如果你纯粹用简体字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左转呢，它有同时有鱼跟这两个钢钩鱼跟这个前面那个鱼嘛。
他们是有通奸，毕竟这两个。那么，那他什么时候用这个前面那个用那个这个前面那个鱼还是当钩鱼呢？他就是有可能不同的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有的认为是渔网功能不一样啊，有的认为是方言的区别啊。那也有人认为是不同时代文献在汇集后呈现的一个结果。那不管不论是哪一种，如果你都变成一个鱼的话，你就没办法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就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你都没办法进行研究。譬如说，我们可以举例，假如那个鱼跟这两个鱼呢，钢钩鱼，就假如是说，假如钢钩鱼呢是属于比较早的文献留下来的，那搭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搭配的名动词或名词比较有限。那《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左传》中经文的部分啊，它大概一般都是用鱼，就是钢钩鱼。那这些钢钩鱼大部分都是引介地名的。那属于传的部分呢，用鱼的有可能是受金的影响，或者是来自教头的文献。我们譬如说，你可以看下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左传的那个鹿鱼，这两种鹿鱼啊，就是钢钩鱼的例子呢，有78例。那这个后面这个林子般的鱼是用15例啊。那你看哦，那个前面钢钩鱼它的例子很多，但是搭配的名词呢，几乎都是地名啊。但是那个像我们这种方这个鱼呢，它搭配的名字反正它的例子很少，但是搭配名字就比较多样化，比如说鹿一耳啊，就是耳朵啊，不是地，不是那个地方啊，还有鹿一口啊，就那个。那个无诸侯的那个录音啊，之类，所以，也许若你从这方面可以，也许说可以证明说，这个后面这个一我们现在用的语音，可能是后来左传的比较编辑比较晚的，那个因为左传一般来讲，它可能是一种汇集的文献，所以它可能就属于比较后来的文献的这个部分，才有的。那另外我们看那个《左传》那个刺鱼，就是这两个那种动词是刺的那个例子哈。那你可以看到，刚过就有60次。那我们现在用那个鱼就是8个。当然就是可以看得有点，就是你看下面例子，你刚会觉得就是《左传》的那个。经的那个这一条厨子蔡侯赐予绝服，这个好像为什么经的部分它是用这个鱼而不是钢钩鱼呢？那反正它的钻的部分是用的是那个钢钩鱼。可是我们如果再去看比较那个五粮钻或者公粮钻，因为他们都是用钢钩鱼，所以你可以觉得这个可能是后来被那个经的部分是被后来被改的。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情况的时候，基本上你这讲这么多就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个，如果你把它那个合并为结义都一个字形的话，你可能就有些研究你就没办法做。就比如像我们语法的那个，即使就是像那种大量出现的虚词的东西，如果你把它定起来，或者说你就会有碰到这种问题，就你没办法研究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讲，是作为那个，如果我们使用钓具钓布，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样的情况？那第一点当然就是说，那个鱼钓布它本身呢制作上不是很简单啊，所以因为它要很多人去做这种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没办法大量去做。所以你可以使用的鱼钓一定会受到限制。那我老实说，我现在大概现在我们差不多我已经退休年龄了，我的自己我也没办法做。将来这个鱼钓布在可能要扩充，大概就
大概也很难的哈。所以我们这个标记要顾，即使说我们有人会嫌少，但是基本上其实是很不容易做的。那这个医疗部你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标记医疗部就是说就会标记的不一致或者标错，所以有时候你不能说你那个监督啊，直接就把它统计出来，就是这样。其实你可能还是要仔细那个一条一条的去看那个是不是可能其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这个做标记医疗部的这种当然是蛮。相当困难，就是说，如果你标定的那个标记的标准啊，不是很明确的话，那一定会导致不一致啊，对不对？就是说那就是说，如果那个定的太模糊，或者说太细，就没办法大家那个就是说标记的。因为我不可能自己来做，你一定要找很多人来做，才能够做出这么大量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没有定的比较适合大家都能够，就是尽量可以减少这一次的那种标准的话，就很难那个，就很难做出那么多东西。所以基本上错误比较少，或不一致情况比较少的那样的一个标记比较普遍。那么这个标记医疗部当然一方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定的训练，就是说你做游玩学的训练，那就是说如果说训练不够的话，那也许他会标错的那个几率当然高啊，但是有时候训练好的话他也要出错啊，或者先后相关不一样的那个情况啊，对不对？那像我做的话那你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那标注的不一样的话，这一个人前后的不一致啊，哈、哦，那更常见的当然就是说标注的彼此的不一致啊，所以这个都我们需要就是使用的时候，这方面要注意啊、哦。那么就以往研究来讲呢、啊。如果你们只依赖那个电子医疗书呢，那会有问题的。那因为一方面就是医疗它有失真的问题啊，那一方面你这方面就要经常核对研究。如果你是高度依赖那个电子医疗书来做研究的话，那你我觉得那很自然，你就会减少对原本的原点的阅读。那对人点不熟悉，不一就很难从中间发掘问题。那你会习惯就是说看别的文章来思考问题，你自己很难那个发掘问题。有些问题不是你是那个不读，人点就不会，就不会看到了。像那个。你如果没有那个读原点的话，你就不晓得这个那个原点它的实际的情况怎样了。那你光靠那个想象或推测，可能会往往跟实际的情况可能会有出入啊。那我个人的经验上，当然基本上我在那个写完博士论文，就是1990年的时候之前呢，我基本上都是读纸本。就是读资本啊，做卡片啊之类的，甚至就因为开始做以后呢，也是要过好几年那个医疗部才能够用。所以我基本上我大概就是大概进入21世纪以后才有比较常用的医疗部，大概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话，大概很多十几年了。所以我基本上我跟那个跟大家其实使用比较酷的时间，比较常用时间可能也不会差很多。那因为是这样的话，所以我那个基本上我那时候我们选的那个医疗部选择的医疗，大部分就是在大部分我自己都阅读过，
然后比较晚，我才比较没有那个，不一定会越，有时候在早期，不是早期，就是大最少有三分之二我自己的竞争是那个使用越足够，那我要所以我会选择那个版本什么，这方面是不是我负责的。那基本上就是因为我是基本上都是读那个纸本的，那我认为这个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一直读一点，对于我很多的那个论文的那个发想或者是观点，很多其实就是你就在那个阅读文件的时候，你就会做逐渐的就会想到，就是大部分的我论文的很多那个都是就是在读纸本的时候逐渐。这方面的才引起有那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不使用电子医药，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多多那个读那个原点，我觉得是最好是读纸本，那你才比较能够知道那个有时候在使用医药上的就是跟你的想的那个会有相当的出入，或者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想到，可能跟理论上会有同样的牵引，或者不是只是靠着别人写的东西，你才写别人的东西，引起那个问题来才你才能写，那这个在研究方面是属于比较被动的啊。那底下要说的是，在我们那个在原始研究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是使用那个历史那些语料的，这个不只是那个电子语料，还有就是说纸本的语料，我们是怎么去挑选那个语料，或者你怎样怎样去你觉得这个语料的可应用的程度是如何？那在我们在历史医药研究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辨识文献反映当代语言实际的程度是否接近当时的语言。那这语料很多都没办法，这个很多没办法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能够反映比较能够反映当时我们的程度比较高的，其实相当有限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历史文献的语言呢，往往从古到仿古的成分然后你的语言的表现要需要顺应那个文类，那所以反映实际语言多少会有所限制。那我们至少要试着去辨别一个作品中文白古今各有多少成分，修辞呢，就是修辞对口语的呈现会造成怎样的扭曲。那么各种作品反映实际语言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研究时呢，采用语料需要有所别致，不能自己对待啊，就不能当做同样性质的东西来看。所以我们需要先了解各种作品在反映实际语言的不足或不利的地方那可能会影响作品反映实际语言程度的实际语言程度的因素有一些，比如说文类啊、作者啊或时代啊，有那个偏好。比如说文类呢，文体那个议论跟叙述它表现的这个技法就不一样，那个叫呈现语言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像这种抗的语言自然会有不一样，那个叙述文相对当然原则上是会比议论文更接近当时的语言。那文体当然就是你不只是这样分了，就除了议论文跟叙述文，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性质的文体。那每一种语言在呈现语言上都有它的特点，又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嘛。那时期的话，就是时期也会影响啊，比如有些时期他们比较像魏晋的重视那个骈文那之类的话，所以他们那不管什么样的作品，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所以像这个实体就实体也是一个应该注意的一个地方。那一下以那个中国汉语的语调当作例子，就是这个不同性质不同文类实体作者他反映实体语言甚至会不一定一样。那在我的研究里面，中国汉语文献大致分成中古文献、国经文献，那这两类都是很多哦。那依据语言的那个可利用的程度呢，大概就是说，像我研究的话，比较会可能会那个会考虑的，就是说像那个中古文献的书啊、注解，还有其他，因为很难说用一个。很难细分哦，所以不仅作用不大。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国经啊，国经有几种性质，特别是注意，就是一个是很凝固的这种语料，还有吏部的，就是讲经戒律的那个那方面，还有其他就是那个关于的跟那个佛教理论有关的那种。那每一种它都有它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因为时间不太够，我就现在讲那个，一下又讲简单一点了。像史书的话，它的量很大，但是它的性质呢，就沿袭性很高啊，然后编辑的年代通常跟它编的那个朝代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它那个语言的呈现就会有出入哦。那第一个。那下面这个就是说采用指数可能会有读一下一二三这一个问题。那我因为现在时间不够，不细讲。最重要就是说，我想说的是说，中国汉语实体的史书呢，并不是以语法史研究的很好的材料。现在除了编者时代跟写手编朝代史的时代可能有不相及的问题了，还有就是说能够反映当时语言的内容。文献其实也很有限的，就是说你在史书里面能够找到比较能够反映当时的，其实非常少。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注解就很大量，就是原则上你认为，我们都会认为就是注解，就是你就是要注，要让那个当时的人来了解。那个经本身的意思，所以你要用，你尽量尽可能用当时的语言来表达，让人家能够理解。所以原则上它应该是很接近它的那个问题的，但是那个事实上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这里列了一些，那个有时间之后再看就好了。那么中土文献语料呢，就是其他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真的很大量，类别很多，那这包括呢各那个笔记小说，还有什么论文啊、诗词歌赋。那你当然我们知道，论文通常都不是很在表现那个当作语言，当然都是不太能够表示当作语言。那诗词歌赋当然有时候比较隐俗的这些。但是基本上，因为自己各部的他的在语法方面的话，他的表现，没办法表现自然语言的内容的句子，所以其实也是不是很好用。那剩下的话，我们可能比较会用的是笔记小说。那笔记小说它其实它的那个它反映语言，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时代可能不清楚。比如说你甘宝夫人是不是正甘宝做的啊，还是后人那个袭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像这种的问题就很多，所以基本上它也是会有它的一个问题。那么也许我们会以下列的一些说报纸什么那一篇制作心理型，那这个可能比较会拿来使用，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里面看到比较说比较本地化一点或者口语化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到。但是它每一种都是有它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所以当然是现在是不能细讲。不过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那个动物语料的话，在这个谨慎的就比较你觉得比较有接近
当时语言的东西，它其实也是很有限，但是这也很有限里面的，它本身又肯定又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地方。接下来就是你看那个佛经的语料，那佛经呢，就是说它的优点就是说它有更多的叙事，就是叙事那个事件啊，故事啊，它语言也比较理服，因为它是要比较那个不是。不一定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读者是超过那个文人的范围的那个，就是可能就是信众啊，所以他需要比较相对于比较接近到的语言的那个层的那个来说呢，那语料量就，而且他语料很，他的那个翻译的那个很多啊，但是那个你要动佛经文献，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那个中国汉语时期佛经大部分都是易经啊，所以易经的它的传译过程呢，它一定会有一些扭曲啊，就文理不通的啊。还有就是有些他们有那个格律化的一些，就是说像那个尤其是魏晋时期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就有念头。比如四个字四个字，听说是没有押韵而已，但是它的基本上就跟情况就有点接近偏文那种情况，只是它没有对口。那底下我们就可以看看例子，就是说有些他们是为了那个音节的那个搭配的，那个作者，比如说像转笔法的，那转是及物动词，法文是。及物动词的变音，可是他这里可能为了那个变音，所以他就多了一个重念超的语字。那下面这个像持于境界，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啊，坚持于境界，持于境界。可是你可以看到下面的有那个持境界啊，持境界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若是两个字的话，就是持戒的话，也不会有问题。那像它这里有更夸张，就是像那个像戒指，它也可以用大陆的语，像比如佛寺。那另外一个更奇怪的就是像那个你上古汉语的那个连词哦，它会插在那个副词跟动词之间，像莫不尔。那可能莫不尔虎，它的也许它也。他可能一时之间没有想到什么，比如说复合词啊什么自己来用，所以他就这临时就把它插入一个格式来。那下面那个西儿则是副词西跟那个的之间，他也插入了一个格式。那这个可能也是说他一时没有想到，因为那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国际也常常用复合词啊，比如西词啊，比如说西街啊，然后西街格式啊，也是有的。但是他那个可能是没有想到，一直没有想到是合的利用这个语，或者是为了那个文体的那个变化，就是有更多的那个可以看起来不会那么单调。所以像你们在使用那个这种国中的语言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比较那个欧语，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会有那个它的问题。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的表定的时间，其实魏老师的演讲应该要在40分的时候结束。但我看了一下，是魏老师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内容，而且我觉得那部分的内容如果可以分享，应该是蛮重要的部分，因为谈到了上古汉语，然后谈到一些很具体的例子，所以我自己其实非常想听完那部分。那我们中间休息的时间因为排了20分钟，比较长一点，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大家商量一下，就是我们借用大家1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魏老师可以比较充裕的把这个部分讲完，然后我们再做休息，这样好吗？嗯，魏老师，我们就是再多一点10分钟，这个比较照你们的安排。那就是说那个中国汉语的佛经呢，它每一种其实它都有它的那个
特点跟缺就是不好用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本尼布它大部分是小布型嘛，最主要的就是看一下那个释迦牟尼成佛的那个过程是最多的，还有一些那个印度的一个布型，还有佛教的那个布型。那么这些他们基本上在讲布型，其实很好啊，可是问题是说他们的表现上，他通常都是用四个字这样来表达。所以反而变成就是很就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哦。所以虽然说他你可以里头看到是一些那个可以比较健康的头，可是有些可能事实上不是很那个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当初有很多那个复合的布置啊，有细节啊什么的，我想实际以前可能没有会那样用，就是很会用的话也很有限。那另外一种就是律布，就是说讲戒律。那大家都他们都一定，就是说，他是基本上比较用的繁体是比较多。那他也有相当的一些叙事空间，但是他的语境很受限制啊。那这种重音就像四分律之中，那他们的性格都是讲出一个事件啊，然后讲出某一个人犯了什么戒。做什么事情犯了戒律、哦、然后就有那个其他的和尚啊，或者是那个一般的平民有意见啊，然后就反映到那个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就跟他就是说这样不对啊，就犯了什么戒律啊，以后要怎么样做啊之类的。那就是说像这样的事件有很多，但是他们都很比较单一，所以你怕实际上能够虽然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接近当初的语言，可是其实因为这都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东西，所以反正你可能可以看到比较多的那个东西，语言上的那个方面的东西。那另外就是佛理的经典，这同理上我们知道，一旦讲理的话，它就跟那个当初的语上面就已经没有距离。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研究的话比较对对要研究的话这一部分会用的比较少。那其他就是说那个实体跟作者的语言啊都会跟相就会有影响，这样做他动漫初期的时候他那个因为刚开始的话就是翻译的头脑。那魏晋的时期的时候，他就有很多那个，就是受到评论啊、评论的影响。那比如那单一作者的话，比如像之谦啊，之谦是那个三国五人最主要的一个译者，但是他的那个中文程度非常好，所以他写的东西跟上说的文呢就很相似。那上关于那个，接下来我们讲那个上古汉语比较会使用的，那当然一点就是说。对于是你会碰到未知的问题，这些你要先厘清。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类型，比如像工具书啊，像内经啊之类的这种。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像这种东西它并不是一般比较那个实用性，所以它那个当然之后它在使用上你要不同的时代的话，他可能都会用他的语言可能就改掉，因为要让当时能够理解。所以像这种工具书的话，它会有那个，它会有语言上的一个变化。那或还有一些那有些看起来是古籍，但这里面会有一些成分，就是说好像不能交流，那你是不是应该因此把它判为那个上古汉语的？就是会有它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比较分歧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先秦跟西汉的比较要怎么区别啊？那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我们经典里面啊，就是真正实际很确定其实很有限啊，比如说《论语》啊、《孟子》啊这种荀子，这种大概实在比较确定。那有大部分都是。大部分都是很难说啊，比如说有的是学派啊，比如说庄子他总结的是，那学派里面几层，
所以有人说那个除了那边以外，其他的怪杂片有可能是后人庄子的弟子或什么的作品，那有些甚至说是西汉的作品，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注意哦。那韩非子那可能有不管就是韩非子自己做的，也有或者他的弟子写的。那像这个《礼记》啊，《礼记》可能里面有很多都是其实先秦的文献啊，所以你其实我们也可以出土文献也是可以看到，对不对？所以虽然是西汉人编的，可是它其实可能大部分是可能先秦的著作。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都需要考虑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做那个研究的话，你也不应该忽视可能存在的那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那个宋代的那个比较白话的图文，可能大部分都是那个比较南方话的，所以它可能基本上它可能比较会那个接近说南方官话的那个的原始的那个状况。所以我们如果拿这个宋代的那个语言来推那个现代典型化的话，那就是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只要看诸子一类跟那个编杂记之间的语言的差距，多半就知道他们其实时间量相差很多，但他们明显的语言差别很大。那总结的就是说，我们利用那个语料，我们在整理跟那个用来分析那个语言的话，你不能只用那文献的编写年代为主，你不能没有经过筛汰的过程，然后把它当作同一个性质来处理。那你若无差别的进行整理统计，在推论当中就会有很多跟实际情况会有相当大的出入的结果产生。所以如果是要这样做的话，那就我们用这一句话结尾，就尽信书不如无书哈。非常谢谢魏老师，非常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中间还是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们的第二场演讲将在3点左右开始。